取自南投当地的荔枝干，用红枣姜片蒸上半个小时，独特清香的汤头连杨贵妃都想尝一口呢。同样来自当地的树子，搭配豆包用大火快炒一下，便是草屯最道地的风味了。喜爱将食材加以处理保存的林红雀，让在地的好食材一年四季都能够展现不同的风味。现代新酥派天空带单来欢迎我们这位贵妃师姐林红雀师姐，师姐你好。大家好。哎呀，大家一定会很奇怪，为什么要叫她贵妃师姐呢？来给你们猜，古时候有一个很喜欢吃荔枝的这个贵妃是谁呀？大家都知道叫杨贵妃，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位贵妃师姐呢，因为家里面种了很多的荔枝，你们家有种几种荔枝？我们家有四种。他们家就有四种荔枝，所以今天呢，还可以跟我们的红雀师姐多学习一下怎么样来认识荔枝。那今天我们师姐要做的菜是什么菜？贵妃盅。贵妃盅材料有荔枝干、姜、红枣、素料、香菇，调味料有盐、香菇粉。哇，我们看到了这些材料，真的有荔枝，但是呢，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在树上结的，还有我们在水果摊上面看的荔枝是不一样的。怎么这个颜色是这样咖啡色？这是你们家的一个品种吗？它不是，它是砍瘦过的。砍瘦的意思就是干燥。好，来。荔枝可以干燥，可以啊。我们只听过什么龙眼干，荔枝也可以做干。有，现在我们呢、那个农会啊就有在推广哦，因为荔枝有时候盛产的时候很多，对，很多、就吃不完啊，我们的出口又不多，所以农会就一直教我们农民把它干燥起来。哎呀，真的。哇，这个我们没有拍过荔枝干燥的耶，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就是带壳的，好，那么这个带壳的要怎么弄？这个跟那个龙眼干一样，龙眼干有的带壳嘛，对，它剥起来还挺麻烦，它比较好剥，你可以剥一个看看，比较好剥，对，龙眼干不好剥，龙眼干硬硬的，它就这样子把它剥开就好了，哎呦，好可爱哟、哦，对呀、这样也可以吃啊。就已经可以吃了，对，你可以尝看看，就当做那个龙眼干，赶快，对，但是它的口味就是有带一点酸。好，我来吃，长得好像比较有肉哈，好吃，它那个干上是嫩嫩的，好奇怪哦，它已经变干，为什么感觉到里面好像还蛮有水分？对呀、对呀、这个平常给人家这样吃吗？可以。就是这样子吃，但是我们现在都拿来当料理呀、好煮饭，还有做面包，煮饭做面包都可以啊，煮汤，煮甜汤，但这个香，这个有干燥起来的时候它的香味就不同，对，它有香味啊、我们这边已经有剥好的，对，剥好的，然后要来做料理了，我们来开始做，我们先把姜，也是要用姜，对，它是甜的，但是我们可以是做成咸的料理，可以可以。那龙眼干可以做八宝饭吗？可以。那荔枝干也可以吗？也可以。它就是用途其实都很像龙眼干的那种用途，对不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塑料哈、切这个，我们一般呢、在切菜就是说我们的龙眼，像我们的荔枝干就这么大，我们的菜也跟它一样大。还有，可是它那个苦不必去掉吗？不用，我们要煮汤的话就不用去壳，主要煮饭就要去壳。煮饭哦，煮饭，奶鸡饭。煮饭的话，煮就是这样，安尼，规个蛋爱放在饭内底。不是，我们一样把那个像咱的莲丁吧呢，哈，面细细的，伊就像莲丁吧呢，和一和就下去煮，也是很好吃。所以它那是做甜饭吗？甜的也可以。是讲煮迄、那个。八宝糯米饭一罐吗？对，八宝糯米饭，我们用那个龙眼干，我们荔枝也可以用荔枝干来代替。对对对，我们先用油。现在要用油，油一点点。我们把这个姜片，还有香菇，小香菇，哎呀，好可爱呀、
这个叫做纽扣小香菇，对不对？对对对。嗯，这是当地的吗？对，草屯的，我们草屯的，对。哦，我们先把它爆香就好。OK。我们这些油不要下去嘛，因为那样太油。现在的人比较讲究那个健康，哦，所以我们油吃的很少。所以这个只是用油爆香，但爆香油不会用。这个油不用。哦。我们油不要下去，让蒸起来哈，哦，它就不会很油。这个荔枝做成荔枝干是你们每一个品种都可以做？大部分都用欧油啊。欧油啊，就是我们最古老的那个品种。哦，好好好。现在很多的品种就是几十准备耶，那个都是在新改良的，十几种哎。对对对，好多好多好多，我们真的认识的不多了，只有。知道吗？我到广东哈去吃荔枝，人家不是说以前快马加鞭送荔枝送到那个长安给那个。哦，这样是不是关掉了？跑了很多匹的马，可是呢，这个就是为了要送荔枝去给杨贵妃吃嘛，对不对？所以才把它叫贵妃嘛。我要把那个钟，你的钟我拿给你，好不好？来，结果我们台湾的荔枝哦，比广东的好吃。我们台湾那个欧油啊，哈，它的荔枝等到最盛产的时候，就是中部的最好吃，又大。又甜，对，水分又多。我还特别在那个广东荔枝盛产的时候去吃，结果吃我很期待，结果去吃了以后就觉得真的很抱歉。还是真的欢迎大家来台湾，在盛产的时候吃荔枝。差不多几月份？五月底六月初。六月初，它的期间也是很快。这个也是要再爆香吗？这个，不用了、好，就这样把这些塑料放进去。这个直接就这个塑料放进去。其实哈，我们在菜市场有看到过哈，像这个塑料有的是有烟熏过的，对不对？啊，这个没有烟熏的。这个是没有的。那如果说是买不到这个样子的塑料的话，用什么代替也可以？用那个豆鸡也可以啊，面粉做的那个豆鸡买的，还是面粉素肚啊，下面弄会打。好，再来呢。然后我们就把它放红几颗红枣。增加，红枣已经甜了，补血了。对呀，通常如果是这样的状况，我们会放龙眼干。但是今天我们用的是荔枝干，是吧？龙眼干很少人煮汤呢，就是有了红桂圆红枣汤。但是龙眼干的味道真的跟这个荔枝干是不一样，它还多了一种很特殊的荔枝的香味。来，然后再来加一点点盐巴。好，再来，然后加一点点香菇精，一点点就可以了。所以说荔枝盛产时间是在五六月，它的期间很短，就是差不多一个月，把握时间。要来加水，好，来，这个水用一般的水，还是如果说在家有蔬菜高汤的话，就用不用了，这已经好好吃的，不用再加的，真的吗？就用这个。哦，就清水就好了吗？它这样煮起来就非常的棒啊！这样子哦，不可思议，就这样哦。好，然后我们的保鲜膜把它包起来，再用保鲜膜包起来啊。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为什么要用保鲜膜？因为怕它的那个香气给蒸的时候，它会没跑掉，对。所以如果有那种家里很小的盘子，刚好密合的盘子，把它盖住也是可以。可以把它盖着，或者是你如果容器啊有盖子的啊，也是可以。那这个是意思，对对对。好，那我们就拿了去蒸，放在蒸笼里面。那请问这样子要蒸多久时间？蒸30分钟。哈哈，阿妹嘛，这样也要蒸30分钟？对呀，因为你。对，很熟的。因为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把它蒸的话，它那个味道不会出来，所以你要蒸久一点。要，那这个中间是用大火吗？小中火就好了。中火好，放进去它反水滚了，我们就转中火蒸30分钟。对，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个是蒸好的哈，蒸好的，我们打开来看看。哎呦，这就是跟刚刚一样，有香味。真的耶，真的有哎！好，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荔枝膨胀起来了。
好美哦，好美哦，而且哦，你看这两个差别很大，嗯，哦，把它整个真的膨胀起来，啊，是不是？真的很像桂花，哎，哎呦，这个真的取得好，因为贵妃都是看起来较胖嘛，对对，那白白胖胖，白白胖胖，我们两个人是珍妃，嗯，瘦瘦的，瘦瘦的我们还不够资格当贵妃，嗯，但是呢，我们就来吃贵妃。好，那我现在来，哎，先吃。我先吃这个好不好？好，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味道。好自然的一种甜味，嗯，它那个甜味跑进去呀，啊。嗯，对。你如果蒸的太时间太短的话，它的甜味只会释放到我们那个汤汁而已。那但是它的味道不会入我们的那个素料里面。而且我发觉，嗯，我发觉它比新鲜的还更好吃，真的，哦，因为它香味更浓郁。那我来喝这个汤，嗯。好甜哦，那个味道真的跟龙眼干不一样，它有一种很特殊的，它是比较属于清甜的那种香味，嗯，对不对？对，哎，真的不可思议哦，第一次看到哎，我们大家也要好好的支持哈，嗯，好，感恩。贵妃中做法是：荔枝剥开洗干净，姜切片，素料切小块来备用。将香菇和姜片稍微爆香之后放进容器中，接着就放入素料、红枣、荔枝干和少许的盐巴、香菇粉和适量的水，再包上保鲜膜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哦，我真的很难忘刚才那个贵妃之中的那个清甜的味道还在嘴巴里面保留着。是，哇，那接着下来您要帮我们做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草屯这边的名产哦，也是草屯的，是什么？素子炒豆包。素子炒豆包材料有素子、豆包、九层塔、姜，调味料有酱油、素蚝油。好，来我们看看哦，这个豆包胖胖的，好可爱哦。嗯，一般在菜市场买的是比较扁的、比较方的，对，但是也可以用。可以，好，那这个是比较胖胖哎，这个豆包哈，嗯，我们用的都是用这个豆包，因为这一家做的豆包啊，我们以前做生意嘛，哎，欸，啊，它的豆包好吃，炸起来又漂亮，哦，这样子哦，所以啊，品质好，对，品质真的很好。那我们其实如果我们买不到，在各地买不到，我们用那种菜市场，菜市场那个比较方的那种也是可以，但是也是这样子，但是你摸起来。那个感觉也不一样，质感不一样，嗯，这个比较嫩啊。对，然后撕完以后呢，我们就用油稍微把它过一下。哦，好，马上就可以下锅了。嗯嗯，好，这个像现在这个量少，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就用炒的就可以。好，哦，哎，其实它这个豆包真的质感很好。哦，就是把它这样子散一散的炒到，哎，给它的皮变色了，哦，稍微有一点焦焦的颜色。这个好，如果炒豆包的话呢，真的是那个火候就要注意了，怕它粘锅。那我们这个是不粘锅，不粘锅就比较安心。要不然它这个因为有很多的蛋白质，它比较容易粘锅。对对。那个豆包，那我来顾这个豆包。那你其他的你要切什么？我要切姜丝。我就不要，就是不要要给它翻动嘛，哈，嗯，不要让它粘焦了，哦，不要让它一边太焦。哦，姜是要切姜丝吗？姜丝，对。哎，这个，嗯，哎，这个豆包很香哎，很香啊！只有这样，还没有放任何东西，它就已经有那个香气了。这样姜丝要全部切姜丝，对。这个都是改一，哎，这个。平均全部炒到那个黄黄的，是不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可以了吗？好了吗？可以了，可以。好，那我来把它拿起来。九层塔，九层塔，九层塔也要切哈。嗯，不要那么长，它才不会。然后等一下再炒，是不是？对。啊，哦，好像这个九层塔为什么也这么香？对呀，啊，这是我们这是香菜嘛，这也是香菜的一种。好，先爆香什么？嗯，姜丝。好。好香哦，
这个慢慢再来把姜丝爆香，就用小火慢慢的给它把它爆透。这是什么？素蚝油吗？素蚝油。好。因为这个是什么清的酱油？哦，清的酱油。嗯，就是不是太咸的那种。不是。哦，就是我们用一点点素蚝油，素蚝油它的，哦，它的那个啊，煮起来它的咸度啊。加什么？加水。哦，好，来，加水，来加多少？来，一些些 ，OK。OK， 来。好，还有我们的九层塔。哦，就让它去先下去。嗯。香味，然后我们的泡泡剂树脂还没有弄，对不对？对，我们的树脂。树脂有一点麻烦呢，里面有那个壳，我们的那个纸哈都没有把它弄掉了。没有弄，因为你如果要把它弄掉的话哦，很麻烦，真的很麻烦。所以我们这个树脂也是已经煮熟的。哦，煮熟，但是里面还是有那个硬的纸，对不对？对对对。那所以说吃的时候，大家就是说，稍微这个不要这样一口咬下去，还是要稍微优雅一点、慢一点，把它这样子慢慢吸掉，哈。对，很好吃。如果不小心的话，那个牙齿会咬断呢。哎，记得我们以前啊做生意的时候啊，客人就特别喜欢吃这个。九记这个真的很鲜美耶。然后啊，有一个阿公啊，他眼睛没有看见哦。有一次啊，我妹妹就弄那个素食给他吃。我们跟他说，阿公，这个哦，里面有籽哦，你要小心一点哦，加一点点的水。啊，结果嘞？啊，那个阿公说，哦，这个怎么这么好吃？这是什么？加了就欢喜。对。后来他每天去吃的时候，我妹妹都把他的籽给弄掉，就跟他阿公说，阿公你。不用担心了，这个纸我们帮他弄掉了。哦，真的，如果说家里面真的有老人家的话，我们还是稍微细心一点，把那个纸把它挖掉。现在我们把这个豆包加进去。好，年轻人，你们吃的时候呢，自己不要狼吞虎咽，就是那个素纸稍微搅把抿一下。对。那家里面有老菩萨，我们就把它这个把那个纸给弄掉，用点功夫仔细。但是有的纸很小哦，所以还是要这样子捏一捏哈。那这样子就算好了嘛，对不对？对，我们把它关火。好，我们来给它关火。我就吃一口，好不好？好，这样子。哎呦，一口下去，好吃啊，好鲜美。但是呢，真的有一颗这么小的籽，对，所以要很用心的吃，也要用心啊。对，我们有一句那个近食语，就说，吃饭的时候要把心用在嘴上。但是呢，非常非常的好吃，感恩您哦，谢谢。瘦子炒豆包做法是：豆包剥成丝状之后，稍微煎一下来备用；姜切丝，九层塔切小段备用。起油锅爆香姜丝，放入素蚝油、酱油、水、九层塔、瘦子拌炒，最后再放入豆包，炒至入味就可以了。每个月，林红雀跟先生都会去拜访社区里独居的老人。林红雀与先生虽然也60多岁了，对于社区关怀的热忱却不因年岁渐长而减少。65到75这一段的年龄叫做年轻的老人，我们用年轻的老人去关怀75岁到85岁这一中间的中年老人，我们会想我们的孩子都不在身边啊，如果我们用同理心啊去关怀他们，这是一种跟他讲，我说人间有爱啊，咱的做会到啊，跟咱的抱着那种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心，能够互斥是福。林红雀居住在芬园山上，几年前跟着从彰化客运退休的先生一同接手公公种了40多年的荔枝园。
赚一点点的零用钱啊，还有又可以让朋友来，哦，亲戚来，哎，我们荔枝好了，来采荔枝。因为咱庄脚人，咱无讲哦，都像人讲哦，都足济钱的，会当讲来买礼物来送人哦，这可以说是也是一种兴趣啦。务农的生活让他们更加了解维护环境的重要。正好环保署借由推动在地关怀，在各社区成立了河川巡守队，来维护社区临近河川的清洁。林红雀夫妻两人马上携手加入建筑会务，就是他们没有地方到，没有地方到，他们就找比较空旷的没有人来的地方啦，啊，是讲无人、较无人咧管顾的所在，因就无人看到，紧啊倒。啊倒，阮就是讲，如果会当看到因哦，有诶会留着一寡哦，因的证据啥，啊，阮就甲伊捡起来，哦，甲伊拍摄，啊，甲伊送去环保局。拍下照片后，接着在纸上详细的画出违规倾倒的地点，再连同照片一起送到环保局。你有看到倒有人倒，就爱翕相，啊，就表示讲这个所在人倒啊足严重诶，诶，政府嘛去注意。每次巡视社区，看着散落在山林间的废弃物品，都让林红雀感到非常气愤又痛心。啊，看得实在是很痛心啦，就无爱惜咱的土地啦，啊，搁只要粪扫卖伫咱兜就好啦，伫别人兜拢无要紧安尼。我说没有公德心的人哦，真的实在太多了。台湾目前废弃物年产量约有6000万吨，绝大部分未知流向。随意弃置的废弃物，除破坏森林景观之外，有些还含着有毒物质，顺着雨水进入土壤中后，污染了水源，造成更严重的环境污染。你那像有诶哦，倒一寡较有重金属的物件，咱食了嘛唔好啊。阮家的人拢食水，拢食山泉水，啊，你那可能乌白倒，是不是伊的水源嘛破坏？啊，所以咱嘛是爱去维护我们的环境啊。唯有人类与森林互利共存，才能有林红雀眼前这片优美的山野景色。这条路哦，本来就是都有这种景色，但是我们没有去把它注意那么多，尤其黄昏的时候更美。你如果用心去看到它，真的实在是好美。有的人爱去外国佚佗，我来感觉讲说，伊无阮遮的风景遮水。